盘点节目录制突发状况，范文芳夫妇在跳伞时因为风向问题被迫降落在海里。就是我知道这个东西，我知道它有多难，我知道有多危险，就感觉往那边跑。孙耀琪在节目中因为脚滑从高台上摔了下去，半天不能动弹。哎呦呦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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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，不要！受伤了，受伤了！不要哭，不要哭，不要哭！你很勇敢。没事没事。你表现得很棒，真的重量太轻了，我想往边上一点，然后太空了。出彩中国人节目中，两位选手正在表演竹竿特技。此时撒贝宁一声好竹子，好竹子，结果竹子断裂，撒贝宁这声好竹子真是堪称世界级毒奶。高以翔在录制节目中消耗大量体力晕倒在地，但工作人员以为是综艺效果，等到发现异常时才上前给予心脏复苏，但遗憾的是为时已晚，高以翔不幸离世。